嘿，我是潘善南医师。我在纽西兰、新西兰行医。那在新西兰行医的时候，我的诊所是怎么安排的？OK，那我今天想跟你分享，还有呢，就是治疗费用是怎么样收的？哦，我给你看一下哈，这是我们诊所的明码标价啊。给你看一下这个针灸啊，这是有留针的针灸，我们叫 root cause acupuncture 140一整啊。Quick pain relief acupuncture 95块钱，也就是说这只是15分钟而已啊，这是可以 up to about an hour 60 minutes。OK，好，接下来我给你看呢，今天是9月13号啊，礼拜五。那我今天看了一个20诊啊，你可以看到15分钟，15分钟，这是有留针的啊，这是没有留针的。然后你看这个又是有留针的，每隔15分钟我就见一个病人啊，这人，当然这两边我没有病人哈。你看，15分钟，15分钟啊，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看到吗？啊，这个1个小时里面，我可以同一个时区，我可以看两个病人，有时候，所以有时候我可以看1个小时看4个病人，有时候看2个病人，有时候3场病人，最高记录在1个小时我可以看6个病人啊。那可以这么快时间的去看诊，把这个病人看好，然后。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技术，很快的技术啊，我可以在15分钟不留针就把病人治了，然后让他们离开，这需要技术达标。OK，那有的病人呢，我不需要15分钟，就是5分钟内就可以把他看好，就让他离开了。我们收费还是95块钱。好，那你要怎么样去学到这个技术呢？很多的针灸教你的话都是要留针的啊，我已经实践出来了，而且我是这么用的，所以呢，我会教你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在11月的15、16、17这3天呢，我在奥克兰有3天的新弹正面授课。我主要教的内容就是教你怎么样用快速针法，不需要留针。当然，你要留针的方法我也会教给你。好，这个视频的上或是下面呢有链接，赶快报名。OK，早鸟叫，很快就过，赶快报名。我们不见不散。